Remember, it was those mercenaries who killed your sister. 都给我把屁股夹紧啊！行动。 Got some bad news. 他们已经控制了气。压力调节器是安在气田输气管道的，只要在输气口一次引爆，会连环崩裂。您这天然气管道，这得一路炸到国内啊！你这是非法行动，你越界了。我的界限比你想象的要大。 你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你再让我的兄弟陷入险境，老贼将崩了你。开始倒计时，还有15秒 ，Go！